结婚纪念日送老公什么礼物？结婚纪念日送老公的礼物没有具体的规定，主要根据自己的心意决定。像西装、手表、领带等实用的礼物，或者是比如情侣公仔、手掌印泥、情侣戒指等浪漫型的礼物。结婚纪念日是指婚后纪念结婚的日子，但实际上人们庆祝的最多的和最隆重的就是迎婚和金婚，一般都要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宴会和周年纪念会。俄罗斯人从结婚到老共有20多个共同的纪念日，每逢这些纪念日都要邀请亲朋好友欢聚并宴请宾客，亲朋好友要登门祝贺并赠送礼物。日本人传统认为男女结为夫妻百年和好，白头偕老是幸福婚姻的标志，所以在结婚周年纪念日常常要举行一些纪念活动。